点点落扶手。君前方老。跟住你哋自己嗰啲搬过去，即系你自己去嗰度。我乃君永康楼。
是零点一。中文的意思就是零点一。The next stop is Yokohama One。你明白吗？应该会分开的。下一站是景点。
仅仅握住手。又分街。The next stop is Yaosan Street。下一站是右新街。请各位乘客落车，多谢乘搭68N线。